现在开始收拾。啊。他来帮我搬家了。禽兽，我觉得他预谋已久。好了，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带的东西。那你这就收拾好了。啊，我的皮卡丘拖鞋、小兔子睡衣、Hello Kitty 抱枕，还有香薰灯，你都没有拿。你箱子这么小，怎么装得下我整个家？放心，北极什么都有。嗯，我去过北极，北极真没有。你现在再去看看，真的什么都有。走。啊，我。房间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是不是还准备了情侣拖鞋？是，那下一步就是劝你换衣服了。特意给你准备的，你穿这个会舒服一些。好，快去换吧。是不是还准备了情侣牙刷？嗯，我告诉你，搞不好水管都是提前动手脚的，一会儿漏水把你搞得很狼狈，衣服都湿透了，他才出现。就这个套路，我都背下来了。
着凉了。嗯。嘟嘟嘟嘟啊，嘟嘟啊，嘟嘟啊，嘟嘟嘟嘟吧嘟吧嘟啊，嘟嘟啊，嘟嘟哒。嘟嘟嘟嘟啊，嘟嘟啊，嘟嘟啊，嘟嘟嘟嘟吧嘟吧嘟啊，嘟嘟啊，嘟嘟哒。你脸怎么红了？腮红。你等我一下。我说没说错。你是在沈怡家安了监控吗？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我跟你讲，这都是有剧本的。孟回，你现在回家还来得及。我是让你去宣誓主权，没让你肉包子打狗啊。你要穿我的吧，这件衣服我处理一下，明天就能穿了。那你穿什么呀？我穿不穿都行。啊，不穿不穿。你想换什么？我去铺床了，嗯。铺床。现在在干嘛？他去铺床了，我在换衣服。天哪，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呀！你还等什么呀？等着羊入虎口吗？好了吗？马上。等一下，你家只有这一个卧室对吧？对啊。那只有一张床吗？嗯，不，也不能这么说吧。怎么了？你是不习惯吗？那我再想想办法。没关系，我适应一下就好。真的。睡吧。